赶快喽，老师也上线 ，quickly quickly。今天没有学到是太可惜了，这在外面呢，可是价钱不菲哦，学费很贵很贵的哦，超贵。今天我们跟卢卡斯情商哈、哦，所以呢，是怎么样，免费赠送了哈、哦，就是说。让你们学到这个非常红包，对，冬秋大红包，冬秋大红包，红包学到赚到，对，学到赚到，真的学到赚到哈、哦！所以呢，赶快上线，现在揪，赶快啊揪朋友喽，然后分享揪朋友哈、哦。而且我今天呢，我今天也有礼物哦。如果呢哈、哦，我是很客气啦，我是写说还超过现场有200人了哈、哦，上线有200人，我们今天就多加嘛。叫牡丹花的叶子，原来是叫玫瑰花而已，接加一个牡丹花叶子，而且呢，我们再送这个，就是啊、咖喱块，很方便的做咖喱鸡、咖喱海鲜之类，很方便的咖喱块哈。因为呢，老师实在是有很多东西可以送，可是一些瓶瓶罐罐的哈，在寄的过程不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只要那个啊牛皮纸袋装着就可以寄到你们。我们最后，所以你要收看到最后哦，我们就现场就马上抽奖哈、哦，就是赠送这个。所以呢，请赶快按赞、按分享哈、哦。Hello， 哪些人上线跟我们讲一下来 ？Hello， 雅琪、淑美、美玲、慧玲、菲菲，然后如燕，然后还有施慧玲、玉琴、Alice、美珍都上线了。啊，好朋友都上线了哈。哦有些人是不是还来不及呢？是啊，阿贵今天没有第一名了哈，没有，今天第一名慧玲，会喝喜酒饭，施慧玲哈、哦，慧玲第一名，还有叶正妹，还有施慧玲好，啊、哦，施慧玲是台中的嘞，施慧玲，嗯，洪慧玲，哎呦，正妹上线了耶 ，Hello， 正妹好，正妹是，丢给他好多，他自己会一直讲不停，对，丢给他自己一直讲，叶正妹是。燕珍妹是种有机蔬菜的珍妹、啊啊啊啊，菜跟她一样，优秀的青年菜农，对对，啊、很优秀。来天来认识一下，哦，可以，这新屋的菜农。好，丫丫也来了，是丫丫哈。好，卢燕本身就是一个造型的那个，她的面包蛋糕都是非常厉害，我就一直要跟她介绍出版社去找她。卢燕，她原来叫紫燕琴，那可以叫她先来参加一场直播，我们现场见证一下。哦，是，对不对？啊，这次的。那花表会他有现场去，而且你来要跟我打招呼，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谁哦哈，那个自我报名，那就来跟我认哈，对，好，我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大家都是非常厉害，那今天的那个就是为了中秋节我们延续的这一个系列，那今天是最高潮了，最经典的哈，好，我们的卢卡斯来跟大家，嗨，大家好久不见，我又来玩啦，哎。可爱的卢卡斯哈，好可爱、欸，可爱、欸，对，阳光，老师的脚是有资格，帅气的，阳光啊，我们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OK， 对，麻烦下次穿蕾丝裙来，我真的当过婚纱模特哎、欸，真假的，照片来看看，口说而已，后来就因为觉得登记婚纱模特儿哎、欸，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我卢卡斯的胸很美。身材很正，他的胸部很漂亮。哎、欸，今天其实我们今天早点就来，3-4点 ，Lucas 跟 Sophie 就来了，对，来现场了哈。然后呢，我们除了先预做了啊2-3朵这个玫瑰花跟牡丹花之外呢，你来看看我们背面这是什么东西。超好吃，超好吃。我们各做了2盘。很快速的就做了，因为刚我还没有试吃，可是刚刚 Sophie 跟那个巧媳妇呢，被阻挠了，老师被阻挠给老师吃啊，怎么会这么好吃，好吃不得了，咬不开吗？说非常非常的绵哈，可是呢，我说给我吃，我说我吃一口，结果呢？巧媳妇说没事，妈咪不用讲，马上要吃播了。层次是很薄，一层一层的、嗯，然后吃到里面都是软馅，那个不用绵密的，剥开的留下来给我们就可以。闪亮要吃一口，闪亮要试看看。这时候又出现这边了，好了，对对对，完之后就是又这口要进嘴巴，再原来刚刚叫他吃不吃，他只在他现在要把空间留到现在了，嗯，对啊，原来如此，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不是要我要拍你入口啊，你。
可能要水哦，会很干哦。不会不会不会干，把那个沙头按下去，你要不要蒸？好吃对不对？很香吧？好，超好吃。那我们聊天就聊到这里，都要赶快上线，记得今天按赞也要按赞、按分享都要破纪录哦，哈。这样呢，我们啊才会再加嘛，干花啊。好，那现在我们先做玫瑰花，好不好？好，好，我们先做玫瑰。来，那我们请卢卡斯讲一下他的所需要的材料来。好，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一个所谓的我们俗称月饼，可是其实它以手法和材料来讲，它比较像是新式的和果子。那只是说刚好它的豆沙跟内馅很搭配我们中秋节的一些材料，所以坊间可能有一些教师会称它为新式的月饼。但其实这个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但你中秋节拿来送人的话，哇，这个两个做一个当礼盒就已经非常有面子了。对，不是有面子。我们刚刚是说，我的收到的人会流泪。我说送出去的人很秋条。哦，对对，是我那个我们会那个。所以呢，我们的送出去很什么秋。就是要拜意思啦，哦、就可以横着走啦，还是要情够好才会拿回来。好，我们先让带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啊，卢卡斯刚刚先做的成品，对，刚下我们晚餐前先做的成品，对，刚刚完成，我们刚刚完成的。所以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做出这么漂亮的。对，但是你如果按赞分享不够的话，我们这个要藏起来哦。你跟牡丹花就吃喽，牡丹花不是给我吃，我们自己吃哦，自己观赏了哈、好，请赶快按赞分享哈。那所以呢，其实这跟我们在坊间看到的那种小小的小巧的和果子，它的外皮是一样的。那和果子的外皮主要它是以白豆沙为主，可是你看啊，纯的白豆沙是这样子粉粉干干的，对不对？烧烧，我们要增加。一点东西让它增加它的弹性，让它好塑形成花瓣，那就是要用到我们这个在日本的和果子里面俗称球肥的这个蒸熟的白玉粉的团。那我们现在自己在家里白玉粉不用特别买白玉粉，像我们今天的分量就是40克的糯米粉、30克的糖粉跟10克的玉米粉，因为所谓的白玉粉就是糯米粉加玉米粉。那我们今天在蒸之前再额外加了30克的糖粉，所以是4:3:1。来，再讲慢一点，来来。糯米粉多少？糯米粉40克。好，然后玉米粉10，这样加起来是50克。对。然后糖粉30。糖粉30，一共80。对，一共80。然后我们用50cc 的冷开水把它调开。如果有看老师上礼拜的那个冰皮月饼，就知道这个动作我们等一下一样是要蒸熟，然后做揉的这个动作。好，50的看一下哈。50cc 的水啊哈。好，40哦，稍微再给你们做记录哈，再做糯米粉40，40克，玉米粉10克，糖粉30克，水50cc 调化，把它调成粉浆，我们就大概蒸个15分钟左右，把它蒸到变成像这个颜色，蒸熟，对，蒸熟像这个颜色为止。这粉都不用过滤的哦，哈，不需要过滤，很快就可以拌匀，对，很快就可以拌匀了，因为其实没有筋性的东西。只要碰到水，它就化开了。哎，我们资历有没有上线？还没有看到。还没有上线哈，资历也是这方面的高手。好，我们这个就请我们的来巧西来麻烦一下哈，对着看对。好，那为了要节省时间呢，我们等一下蒸好出来，蒸好起来它会热热的碰碰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蒸好的部分先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这样子。你要放到比较不烫手的才用哦。资历来了，资历来了。有没有像这样 Q Q 带带啊那个？哦。但是不要让它冷掉、干掉、硬掉。那你一次可以蒸很多起来哦。我们通常日本和果子的老师他会一次蒸一盘，然后切成正方块冰起来，因为冷冻一个月之内，你只要稍微蒸一下加热就可以再用了。所以你一次可以，如果你对多做一点这样子，然后像这样子的程度。那我们这里有300克的白豆沙。300克白豆沙，这个要加多少？只要加大概10%到15%就好了，超过的话会太黏，你会没办法操作。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要加10%到15%进来，我们也就是30%到45%之间。所以我们先加30，揉完之后看一下手感，再决定要不要再多加一点。来，我们重复一次。好，像白豆沙的比例是这里有300克的白豆沙，300克，那这边应该放多少的这个？10%到15%，所以是30%到45%之间。OK。我们剥小块丢进去，你弄好的叫做粉球，
球我们叫做球白玉团哈，白玉团就叫白玉团，熟的白玉团。球日本汉字如果是和果子的讲法叫球球肥，就是对，就是那个球跟肥。有我写的。白豆沙300克，10%到15%的球肥就是白玉粉团左右。对，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示范放在那边让大家好看，其实你全部放进一个塑胶袋也是最好揉的。嗯，有，刚刚有。对，所以我们现在所以你现在放了多少公克的球肥？大概40左右。40左右哈、嗯，就是30到40。30到45之间是标准，然后超过的话，你的这个整团会变得很黏，反而更不好操作，你就要加更多进去。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揉，但是最干净不沾手的方法就是放进塑胶袋，所以我们用快速一点的方法，像大家都可以做。好，这里白豆沙有多少公克？300。然后呢？就是白玉面团有30到40，对，30到40的功课，哎，就放在一起哈，来要把它互相揉在一起哈，对，把它揉在一起。你看，出来白玉团在这里，我就把它揉进去。现在在做这个皮嘛哈，这个用搅拌机搅也可以哦。哦，袋子太薄，破掉了，是我太用力了。你这么瘦瘦，力气还大，力气很大。你没有内功吗？刚刚吃饱饱。对啊，刚刚吃了老师煮的，为了我们大碗的手工肉羹面呢，好好吃哦。对啊，老师煮一根一根做的肉羹。上次来吃牛肉面。今天肉羹面，干妈现在是吃什么？现在是在炫耀吗？保密。保密。要来了才知，有来才知道啊，对不对？有来就有得吃。这里都欢迎各位朋友来哈，欢迎。都说我们要先发好。然后我在揉的同时，你就说欢迎的。老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今天用的内馅吗？内馅哈。好，你在揉是不是？对，我在揉，我来揉。好，这个是凤梨馅嘛？凤梨啊，然后放上了那个金沙，你就咸蛋黄把它打碎，你要包在里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把它打碎之后，每一口咬下去都有那个味道，所以它再吃啊，生姜丁会好吃。凤梨馅真的有点酸酸甜甜的，然后再带点那个金沙的咸，也就咸蛋黄的咸哈。这有多少公克？这个总共20，每一球是20。每一球20公克，这样有听清楚吗？哈，好，每一球20公克。是要包在这里头的馅料哈，那现在在做那个外皮哈，这个花瓣要做花瓣。那我们馅料之所以选择凤梨跟咸蛋黄，你也可以选择现在月饼不是有卖那什么咸咸的乳酪球吗？哦，对不对？或者是柠檬口味的，偏酸跟偏咸的内馅我比较建议，因为我们白豆沙都是甜的。甜，哦、对, 对, 对，所以里面不建议你再包甜的重要，综合我平衡一下味道。对对对。哎，也有酸梅的吗？好像有，你可以包那个老师说，哎，很聪明。那你把那个茶梅那一类的梅子有没有肉去掉，很适合包在里面。嗯，我也在。非常搭，非常搭。紫苏梅啊，对对对对、嗯，把那个果肉有没有？对对。把它稍微跟这一类的东西混合，混合很适合。好，我检查一下，我们桌面是干净的，我就直接拿出来了哈。要不沾了，我就直接拿出来走了。好，可以看得出刚刚的那个。白豆沙是不是还有一点点就是稍稍的颜色，现在已经转成比较细比较白的颜色了哦。对，解析度好，现在是300公克白豆沙，加上40公克的就是肥球，也就是球肥，肥球，也就是糯。白玉团了哈，白玉团现在我们是正在看它有一点弹性哈，一点点有没有？一点点弹性，不要太多，因为多了会很黏，很黏会变很黏。好，那这个我们就先。你说太多可能会没有延展性，太黏，不是延展性，它会变得太黏太软，会完全没办法挺起来，对，这会太黏，立不起，对，会变烧烧。15%是上限了，就会像这样子。稍薄，我们在做剩下的那一球。然后呢，你有稍微冰过一下，它会更好操作，因为糯米会冷却嘛，它会更有弹性。这个就是稍微冰过的，有没有感觉出来？更软。它是更好操作的这样子。对。感觉更不粘手。至少冰多久？
其实马上做也可以做，但是比较小心一点。但是你可以冰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前一天先做起来这样。但是其实马上操作还是可以的。嗯。像这里头的糖粉一定要放吗？要，因为糖粉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属于有点算是保湿的作用。哦，保湿，保湿 ，OK。嗯。好，那我们就先取一部分来跟刚刚我们试做剩下的混在一起，先做呗。好，这也要做嘛，对不对？嗯，很重要。一百二一朵，总共要玫瑰花，我们总共一朵要大概用到90克。玫瑰花一朵大概用到90克。对，总共要90克。就是外面的团状。那我来，再拿个切面刀给你。这里，在这里。好，橘色的。对。好，谢谢。剩下的呢，没有用到的，3-4天之内用完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放冷藏哦，然后把包覆起来，然后把桌面简单清洁一下。放冷藏是不是？对，放冷藏，要盖起来，不要让它干掉。好，所以呢，一朵的这外皮要多少公克？我们要总共90，所以老师手上这一球是90公克哦。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染色，染成你喜欢的颜色。那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天然的色粉哈，是从胡萝卜和栀子花里面那个抽出来的不同的颜色。现在坊间天然的色料都很好买，就是价高价低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那个去材料行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成分安全的东西很好买，所以大家不太需要担心。所以老师想要什么颜色的？嗯，我们来错开。好，我看看，哎，一个红色好。好，那给你红色好不好？好。你要很红还是很淡红？OK， 红颜色，再红一点点，我们今天选的是天然的胡萝卜红，现在的红色很好选择，有甜菜根红、胡萝卜红跟红橘红，它们的红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把它揉成你喜欢的颜色，是不是？对，然后那我就来特别点，老师揉的是一个均匀单色嘛，那我把它凑成两色，然后再弄成像大家看到的这个。颜色没有那么均匀，对，有混色的哈。那我就来弄一朵蓝色的玫瑰花。建议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选用色粉，而不是色素。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用色膏，或者是不要用液态的，对，因为水会影响它的那个结构。会让你的这个面团变很黏，你不好操作。哦，用粉末的。对，请用粉末型的去调色。不能用液体。嗯。我这如果没揉得很均匀，它也是有双色嘛。对，对不对？所以可以不用揉太均匀。蛮漂亮啊。你可以保留你自己想要的程度就好了，这样。对。那像我可能就把它维持这样子就好了。好了之后呢，我们把它分成6球，每一球是15克。每一球15克。对。为什么要分成六球？因为我们的花瓣再加花心，一球是做两片花瓣。一球做两片花瓣，差不多，了解。你的好了啦，好。好，每一球哈，每个这是要做花瓣，啊，15公克。嗯。杨奇耶。我们已经超过100个人喽。好。好，大家加油哦！这样我们等下有时间就可以在家做牡丹花。对。嗯。然后连小菜都上线。小菜。我公司的小菜，哦，那个小菜 啊，我知道，就是我每次都分不清楚的小叶跟小菜。对，不是要看那个对，小菜不是，小菜是另外一个。哇，老师的纹路好漂亮哦！好，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老师的纹路。超美的。嗯，老师的纹路很漂亮。跟他的衣服配啊，今天。对。老师很喜欢这个颜色。看得出来，因为很常出现。我适合穿鲜艳的颜色，我就不适合。
真的哈，我不太是可以风格多变。好，太厉害了。好，十就是六球。这个不要了哈。对，好，那我们的那个第一球呢，用来包覆我们的内线，因为你不要让你的花瓣，如果你没有包好的话，今天如果你没有先做包覆的动作的话，你这里面会看到内线，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里面，你看到凸出来尖尖一点点这个部分，这样看得到哈，可以哈，好。球底球的花苞。对，花心花苞的部分，所以就跟我们包月饼一样，正常程序把它包起来。好，把它包住一个。好，所以它是有馅料的哈。对，因为没馅料的话会太死甜，所以我们要把它包进去。觉得这应该一个人没办法吃掉一颗。就要分享啦，啊、喝果子其实也是要分享，因为它甜度太高，所以他们为什么都要配很浓的抹茶？那只能一个方糖的大小。对。好了之后，选择一个地方当你的花心，微微的把它捏出一点点尖尖来，这个地方当你的花心，这样有没有？就像这里一样。就先放后面。好。微微的捏出一点花心，对对对对对，好，让它那个尖端保持一个小小的小尖点。好 ，OK。好，啊，这个先给老师，我再拿一张。好，来，这是花苞的部分，嘿，好可爱耶。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我们先在我们的球上面放两个。好，放旁边，好，放两个。这个先放旁边。可以放前面一点，因为你要对折要留空间嘛，所以你大概要放前端三分之一的地方，再反折它才会有空间，然后往下压。好，这个地方不要用擀面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东西擀得很圆，避免你把形状擀得歪七扭八。我们慢慢的按压成至少八公分的圆，也不要太，你不要一开心想说至少八公分，那我就一鼓作气的擀到十公分，太薄你会不好操作哦，八公分。最多多个直径八公分，最多多个零点五公分，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这样太大花会太大朵，对，而且你的花会太垂。慧玲问说，月饼如果没有马上吃，需要冷藏保存？要哦，冷藏三四天，因为豆沙的东西嘛，没有防腐剂。对，豆沙类的东西，而且是没有防腐剂，唯一加的就是糖去炒而已，还有一点点油。老师可以再大一点点，这个大概六公分左右。把它推成圆片，哦，听到电锅跳起来的声音了。好，差不多之后呢，我先掀起来给大家看。它像一个，像现在是两个圆片嘛，对不对？那周围啊，我们的花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花瓣的边缘是薄薄的嘛，对不对？可以看得出这两种不同的花型哦。这是昨天晚上示范的基本款，那这个是比较自然的形态。那我们要如何创造这种自然的花边？顺着你的这个豆沙边。轻轻的按压一圈，压出薄薄的那个边缘来。外面的边缘。对，轻轻的把它压一圈。好，这个你不要问说我能不能那个用擀面棍在台面上擀，塑胶袋真的是最安全的方法。没有，已经 OK 了。干干净净的哈。嗯。而且它很好塑形。对，很好塑形哦，真的会比你拿什么防粘垫啊加擀面棍好塑形。好，外面是薄薄的。好，我们现在外面把它薄薄的一层压出来。现在呢，用切面刀或小刀都可以哈，从中间对切，你喜欢哪个方向都没关系。切一半，对，切一半。像这样。你打开切吗？对，打开切。老师这样这一片就很棒啊！这个你这个外围还没压嘛，对不对？对，还没压。那就来。老师要先压。老师他先切没关系，老师你可以先压这一片。好。好，我们奇文老师也上线了。好，谁？陈奇文，钟世杰的那个奇文老师。对，好，我们现在看好了，我们压了之后取这一片向外，因为它是光滑面，取光滑面，头三片呢要比较靠近中心点，因为要制造这三片仿佛要把花心整个围起来的感觉。光滑的在外面，对，光滑面在外面，光滑就是朝底下的那个，对，就是朝底下，跟我们下午擀面皮那个一样。我的怎么蛮黏的呢？来，我看看，要稍微，不会，轻轻拿起来就好了，轻轻拿起来就好。好，围在它外围，对，
你说要斜斜的吗？不用，还不用。第四片开始斜斜，头三片要尽量往中间倾斜，所以这还应该。头三片要尽量往中间，对，要有点包心的感觉，对。OK， 好。然后跟各位报告一下，左手边那个粉红色的是美慧老师的，右手边蓝色是卢卡斯老师的。好，做一个花心包覆的感觉之后呢，第四片开始，不要平放，起头这个地方，我所谓起头就是这边嘛，要有一点斜。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离地的，但是这里结束之后是触地的。一边倾斜一边，它要有一点斜角哦，哈，你不要是平平的放下去，否则你的花的那个形态会有一点无聊。好，然后呢？第三片就要有点前三片都要包覆花心。哦哦哦。对，第四片开始要有角度。哦好。嗯，如果没有包覆花心，这边就会开开的嘛，对不对？就会制造不出这个花心的感觉。是，我这片怎么这么大片？哦、因为你围太底下，顺着这围边了，这样子有没有？那、啊、我再往下一点。所以头三片不可以以底下为基准，是要以花心为基准，从这边这样底下去，对，从花心的位置覆下去，这样你才可以把花心包覆到。OK OK。嗯。后面的步骤都一样。还有一个翻糖的高手老师 ，Arias。红也在线上，那这样斜斜的，对不对？对，第四片开始，在它的对左边稍微斜斜，然后右边触地，左边斜斜的，是这样斜斜的，是这样子包过去的感觉。右边触地啊？对，右边触地，左边斜斜，左边斜斜，这边要一点角，对，好，来这样触地，触地，好，左边斜斜，右边触地。然后再继续做完，这样会不会太快？今天就把玫瑰花浇完真的，比大家想象的简单很多呢。你害很多老师可能那个少吃很多饭是吗？失业吗？不会，台湾的老师们都很有创意，会一直有新东西出来的。来哦，赶快啊，按赞分享哦。我们才会再继续教教牡丹花更漂亮的牡丹花。而且结束后，老师要抽什么礼物？我抽了那个就是咖喱块。咖喱块。嗯、好，一样。一样哈，这个位置好。接下来呢，你花覆盖的花瓣的位置要怎么选择？前一片的三分之一。有没有？就是刚上一片，盖住它的前三分之一样倾斜，然后贴地，可以看得出来哈。好，再下一片一样来转过来，三分之一的位置倾斜，然后贴地。哎、后面怎么有在做音效？因为太厉害了。好，来一样，请接。他刚刚说好难呀，阿贵说不简单。阿贵也上线了。对，真的就搞干呢。一样哈，来这边，倾斜，然后贴地。好，我最后一球了。哇，动作这么快。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在家里做慢慢来，没关系，不要急。就是两片中间嘛，哈。来，不是两片中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位置倾斜，就在这里嘛，然后倾斜，对对好，来，老师这里倾斜，提高，盖上去。好，啊，这边是平的。对，然后要贴到对，这边贴到底层。对。现在是美慧老师的第一次。对，这老师的初体验哦。对对对对。老师的第一颗、哦、抽奖抽这一颗吗？那肯定要亲自来领哦，我怕宅配会把它送坏掉。亲自来领，亲自来领，亲自来领。老师还会再加码送东西。好，这边倾斜，下面是平的。好。OK。好，再来一片。好，我的最后一半。这个做礼物送出去真的是很有面子吧？对，我就跟你讲，很拉风，很拉风。这个
叫人家在大门开门迎接这样子。对啊，好，来一样哦哈，三分之一处，稍微提高倾斜。最后一遍。哈，我的花苞就是不够那个啦。没关系，太开了。有各种玫瑰花，有各种不同的品种，它开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大家可以修正。我是盛开的。对。但是基本的玫瑰好了之后呢，刚说线上有做饭堂的老师嘛，对不对？一定都会知道说我们玫瑰喜欢这样子，把它推出去一点点。这个地方你可以整形，让它更自然，更有玫瑰花的样子。花瓣啊，对，中间的每一瓣的中间推出去，折一个小尖角，像这样子。避免它粘连哈，放在上面。诗慧玲说好像在做纸黏土，一样啊。其实不管是糖花还是番糖花，或者是很多类似的花瓣的工艺，它的塑形原理都差不多，只是在于你操作的那个东西，你熟不熟悉它的软硬度而已。所以会了一个手法之后，你可以同时应用在很多东西上面。好，然后呢？我最后哈，再来调一点点的绿色，我来弄一点点叶子哈。刚刚说要去采你家门口的山茶花，忘记了哈。对，叶子，嗯啊。我要把它做形象，就那叶片嘛哈。没关系，说抽到它就好了。他离老师家很近，一定自己到府林去。谁？一个什么 ？Joanne，Joanne 菜。哦，住老师家很近是不是？嗯、我你刚不有说要抽奖吗？嗯。好、啊，因为我们说的那个、啊，如果要抽这朵花的话，只能到福林去。或者你说这个做成功要供起来放？不行啊，会坏、欸，东西不吃做的人会伤心，要吃掉。这太漂亮了。不行，再舍不得都要吃哈、嗯。吃完再做嘛、嗯。包好之后呢，就可以老师最后就可以稍微旁边整边塑形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你这一朵比较、這個、像山茶花哎、欸欸，对，比较像山茶花，形容的很好，很像哎、欸。打算那个可以。这跟我一样啊，盛开的花，跟你是含苞，对啊。因为它是含苞。你笑屁哦、啊！我知道你的点在哪里。等一下叶正面上来讲话，我跟你讲，你怕被检举是吗？叶维在旁边笑到弯腰。我盛开的、啊，你看我这。是啊是啊，老师你是盛开的、啊，当然是没有错啊。我们没有说什么。嗯。然后来大家看一下老师衣服的颜色跟老师手上那一朵花。我有胸花哎、欸。像胸花哎、欸，胸啦胸啦。然后我们来做一点点叶子哈，水滴型的绿色面团，绿色你要用抹茶还是用绿色的那个天然颜料都可以哦哈。水滴型，然后轻轻把它推开，前后推一推。那我昨天在FB 给老师的那个照片示范的那一朵呢，像这个，它叶脉比较细，是因为我真的拿山茶花的叶子去压它。对，那现在这里没有的话，我们没关系，我们就用刮刀轻轻的给它一点纹路就可以了。啊，这个盛开。好，接下来呢，我挑一个位置，这边斜斜的上，因为你直直它会软，会往外扩散，所以我们叶子斜斜的放在旁边就好。我这朵可不可以不要叶子？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我只是加直接花。基本上你只要做完就可以了，叶子纯粹是我自己。你可以想配色，对，想要点缀一下，就像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秤子把它垫起来。我那边也有别的颜色。老师要别的颜色，老师想要粉红色是吗？来给你。我选咖啡色，跟我们的衣服一样的啊，你看。对，真的。这其实是一朵很有分量，真的一个人吃不完耶。嗯，好，真的。连叶正妹说一下就吃光了，
你不准吃。超美的。好像不要电呢、欸。不要电吗？你不要电怎么放、啊？没有啦，因为颜色。色彩。所以你要电深，所以你要电那个、啊、咖啡色的、啊，对，起来。我深色彩是一致的。来，所以你要跳不出来。对，那个很大朵，不要放得下去吗？美、嗯。哇、嗯、哦，干妈，你的第一朵也很美，超强的。对的，第一朵哈。哎，这个再换给花就像牡丹了，对，就牡丹了。但花瓣要再整理一下就像了，对，花瓣的整理一下就像。捏个，这样就说出来了，我们不就不得不交贴的样子吗？我们觉得第一样动作太快了，你知道吗？怎么办？交完嘞，好快哦！交完了，你看我现在好快哦，要喝咖啡了。完蛋，好快哦，超快的。我也要喝水，我的水。超美的。大家想要那么简单吧？谁？绿色有高丽菜的 baby 哦，我还以为是叶真没说，就是慧玲说。谢谢。嗯。对啊，这个如果你做绿色的，就像高丽菜。像高丽菜，对，你看啊，我这里手上有一盘这个。哦、嗯。我今天收到的，是丽寄来的哈，他也是，他说韩式的冰皮月饼，也是有够漂亮吧？对。啊，这个是因为托运的时候他。豆摘一个摘，我把它反过来，豆摘反过来哈，这个是正面的。那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三个人把它分，恨不得赶快先尝为快哈。嗯，有够漂亮吧？对，是智利的作品，是哦，也好厉害哈。智利因为是在人类海中，我这也是把它请来，来示范哈，教我们朋友来做。你看有够漂亮，好，来，这个是我们的玫瑰啊，好。目前有没有达标？有达标才要再做牡丹。还没有啊？达标还没达标吗？有没有到200个？没有。啊，那就到这结束了，那就到这结束了。再见了。那就到结束了。对，赶快招兵买马，赶快按赞哦哈！而且没有达标，我们就不再做牡丹花，而且呢也不抽我们的奖品哦。那我们两个来干杯，来把它吃掉了。对，我们要下线了。那个陆卡老师，不好意思，绿色的叶子那边啊，可能我画面没有，刚刚没有带的很明显，可以帮我再做一次吗？好。以为在帮大家争取时间呢。好，绿色叶子哈。绿色先拿一小球，轻轻搓圆之后，我们稍微搓个水滴状。搓就要先搓成水滴状，对，搓就要先搓成水滴状了，你这样才有办法压下去的时候，前后推长，它就变成叶子的形状，有没有？然后一样边缘稍微压一下，拿起来，轻轻的用刮刀或刀背，然后我们给它一点纹路，你就可以放在。你喜欢的哪一个位置上？比方说这个好了，它颜色不一样，也是一样放刚刚那个好了，我们就一样在这个位置，再放上一片叶子哦。不好意思，有纹路的这一面朝内哈，这样你拍照的时候才看得到。好，像这样子，有没有？嗯。刻花纹哈，老师可以来喝，刚刚喝茶。好，不教牡丹。他喝茶哈，还没有达标，没有达标，没有达标，我们就没办法再教牡丹花哈。赶快按赞、按分享，这很难得的，就是非常在外面写非常贵的这种玫瑰花哈，就是类似。日式和果子再加以变化啊，再变化。好，那我要先抽第一盒就好吗？抽第一盒，他抽什么？他怎么抽？没有啊，最后才抽。前面要怎么抽？最后才抽。用那个哈，前面怎么抽？有分享，有分享的人。可是我现场没有办法抽啊。我知道，我一定要等结束，事后抽。我一定要事后才有办法抽。OK， 了解。好，牡丹花只好等明年了。你也搞不好会有更厉害的东西出来，明年开始，明年会有更厉害的东西出来。来来，要再加码牡丹花了，赶快按赞，你不到喽。
那就真的不做咯，真的不做咯，让你们看牡丹花就好了。嗯，对，看牡丹花，我要看薄。看薄。嗯，我们只让你瞧一下牡丹花长什么样子就好。就是又看一像盛开花。对呀、啊，很像盛开的，盛开的山茶花。嗯。好，盛开山茶，哎，山茶花、玫瑰花啊、哦，还有牡丹花。嗯。好。所以我们可以去喝茶了，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有好吃的那个绿豆，我们有满满的绿豆碰，老师已经从下来了到现在了。还有烤鸡，还有烤鸡，对啊，对啊，烤鸡腿，对啊，来聊天吧。是。嗯，是。所以等一下楼下就会有人来敲门，要来聊天，领东西吃是吗？哈哈。对啊，你看。好吧，怎么样？嗯、要再继续的，加一的，要想再看玫瑰牡丹花的，赶快讲，赶快加一，有你已经按分享了吗？按赞了吗？有，但是看不到，很可惜，刷起来按赞、哦。这个跟大家讲哦，一定要冷藏哦，大概三四天吃完它哈、哦，三四天，然后一定要盖好。冰凉才好吃，是不是？嗯，冰凉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甜腻，因为毕竟白豆它本身算偏甜的东西、啊。对对对对对，是。嗯。而且一定要加盖，否则它容易裂开来哦。碗的，嗯，哦，对对，它干燥，对，干燥就裂了哈。好，嗯，干燥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蛮清楚的。前面有一小段有。好，那这样就 OK 了哈。我们要结束了，嗯，说话算话喽。我刚加一，加一加一，说话算话，加一吗？分享有分享吗？有加一吗？有分享。那大家都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跑到哪里去了？还没有，说话算话。嗯，不然下次他不管你，反正你都回家。好。那我们的牡丹花就不做，加一的多不多？啊，你拿一朵，拿一朵，嗯，我们让你们小巧就好了。嗯，我们今天除了牡丹花、玫瑰花，还多了一朵山茶花。嗯，不错啊，对，一朵山茶花，对啊，那颜色很漂亮哈。啊，对。就是下次再相会了，对不对？哎呀，明年呢？明年中秋节再做。对。啊，真的。就是蛮多人加一的。很多人加一。加一确实算多了。加一确实。但大家可能真的不是很清楚。是要到直播人数要到200，因为他们也不会知道有没有到200，200这个数字是我们才看得到的。哦，知道啊。因为啊，不对，他们也看得到了，他们看得到，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原来直播人数要到200才对。对，他以为是我播文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安上了，你找到那个，你找到那个文好多分享，你这样分享，说不对，是直播按。没有，因为听不，因为没有的那么搞不清楚，大家没有那么知道。到底是那个逻辑在哪里？因为你不是做行销 marketing 的，你不会理解你的那个东西规则是什么。好吧，不要吊胃口好了啦哈。三十个人了，已经三十个人按加一了。啊，三十按加一，因为呢，我们材料也准备了。好了，为了我们三十个帮我们按加一的朋友，仔细看，再加一朵牡丹花哈。好，所以牡丹花。为什么要特别讲说是要做牡丹花？它跟那个玫瑰花的你看起来有一样吗？我是觉得它好像特别叶片又薄了一点点，感觉它好像不一样。花型纹路有手法上其实差一点点而已。应该说又更细致了，因为如果我从这边比较多一些小细节，远远的看就是它的侧边很多一些很特殊的纹路。花瓣是有皱纹的。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还蛮高段的手法。所以你去看跟刚刚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牡丹花放在后面，所以它侧边的这个纹路，你会看到大家看到那个皱褶的感觉，就很像真正天然的花朵的那个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颜色？紫色吗？好啊，牡丹花有紫色的吗？有啊，真的有吗？对不起，我牡丹花不熟。我印象中白的跟粉红色的。对啊，你看，就是比较偏粉。有啊，有紫色是不是？你知道吗？我到那个洛阳哦，牡丹嘛，哇，好多颜色，好漂亮，好漂亮，各种颜色都有。因为我们还不到年龄。好，牡丹花一球是大概115公克，也就是比刚刚的玫瑰花多了15公克，因为它再大一点点。九十加十五，所以是105哈，算数真的不好。105，他们刚整个下午都知道我算数很不好。105，要跟人家说我工科毕业这样子。所以现在是要准备。这个不够105哈。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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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朵就好了。哦，好，我弄小朵就好。然后老师要什么颜色？啊，他已经有了解紫色。你要紫色嘛？那我做白色。好，白牡丹。嗯，小红。你别唱歌了，我怎样？我唱的。我唱歌不是我强项，没办法，我不能唱。我也是没办法。你做白色是不是？我做白色。那我紫色在哪里？红色加蓝色。哦，是的。它不是变灰色吗？不会不会不会。红加蓝。老师你。红色加蓝，老师小学美术老师有教哎。哎，我还是学色彩学的，学设计的。没关系，我刚刚还不是要学功课的数学也不太好，然后最后大家都跑来做事的这样。真的。一样分成15颗一球哈。我这边动作就先加快了，前面一样的步骤。啊，你是做白色哈？对，我做白色。好。现在呢，加一的朋友呢，仔细看哦。好，白牡丹跟紫色的牡丹哈。反应说断电。飞波。哎，非常对对对，秋牡丹。对嘛哈？对，好像开的是这样子。好像要扣我妈，我都要算。网速一定想办法。你会啊？我妈，我都打电话扣我妈。妈妈会算的。妈妈很爱算。啊，真的。可以重复，他也不是直播，可以有人当场在那里一起互动啊。嗯，不晓得哎。有互动。你说开另外一个镜头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开另外一个镜头。好像可以耶，好像可以。是邀请，对吧？就是他在叫妈妈来唱歌。你说叫我妈妈，她跟你说她没化妆不可以。他们有点雾雾的。就是网络，就是为我们人数刚出现一路下，但是有些挡掉。你这个又跟我刚才我是有点像。嗯，拉近才可以看得清楚。所以我的蓝色还在多。下面现在抽中的面团而已，还没有到高刚。所以你这个要做揉成均匀一点。现在抽面团。啊，这老师的颜色已经调出紫色了。紫红。嗯。对。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然后卢卡斯要做白牡丹，所以就是白色的。一样哈，第一个步骤，把我们的面团捏开，把我们的内馅包进去。内馅一样哦，重复一次。你喜欢凤梨口味的，然后咸蛋黄的、起司的，还是柠檬的？偏酸偏咸的都适合哦。哈，你也都是做好功课。一样15颗一球。15。嗯，所以我们花瓣正好，它只是再多一球而已。这就不捏尖尖的花心喽，我们要有空间，等一下要放黄色的花蕊用的。所以有一个复杂的地方在花蕊，这个花蕊，嗯，哇塞，这个花蕊到底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好，跟他一样哈，我们一样做两片圆形，8公分以上的圆形。然后旁边镜头稍微远一点，老师现在在准备他的紫色的牡丹花的花瓣，要7瓣是不是？6球，总共7球，一球是拿来包覆的。啊，7球。对，所以你会有另外6球是要做花瓣的，所以总共会有12片花瓣。好，我们一样的话，外围稍微压一下。然后牡丹的好处是因为你看得到牡丹每一片花瓣都它的皱褶的方向都不太规则，所以你不需要刻意把它弄得很圆，不圆或者是凹凹凸凸，反而都很 OK 哦，哈。很自然。对，很自然。所以你这个反而不用刻意把它弄得很圆，大概捏一捏。这时候呢，我要准备一只小叉子。哎，佩如怎么还好开了？哎，拿一只小叉子。哦，可以用到叉子。嗯，老师，我拿一下这个。先一样对。一样，我们对切。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往外从这里切口处放射状往外轻轻压。六球就不对了。要切球啊！要切球啊！不对，听你少一个，那你就说小朵一点没关系。对，六球。好，放射状，往外轻轻压，轻轻拖出来。报告卢老师，不用再，不用再重一点。因为你拿的这一只叉子，它本身是有歪掉的。我看到了，再拿一只，再拿一只。我要给你啊，自然嘛，按正就好啦。哦，很好。
我们看到路卡的时候，现在正在搬正，在用超能力，然后把叉子好了好了，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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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啦。所以是这样，由内往外这样稍微压拉，用边压边拉的带过去。这个时候就不要在这一面向外了哈。这个时候呢，就要这一面向外。向外的时候呢，有纹路的在外面。对，平的就没有什么谁高谁低了哈，平的有纹路在外面，而且呢要故意来，我这样转这个方向，留一点空隙。产量可能从上面拍好了。有。好，留一点空隙，你可以看得出来哦，我是没有。密合的，然后再从这个位置往中间推，留点空隙。嗯，等一下我再做第二片给老师看，留点空隙，然后这里上来之后，它就会有空间可以让你产生皱褶。哦，不要贴太近。对，不要贴太近。然后呢，再包进来一点。好，就跟我刚才那朵一样，不要贴太近。然后再示范一次，一样哦。刚这个花朵不用尖尖吗？不用，因为我们等一下覆盖花蕊啊，所以不需要，对，所以不需要圆球就行了。对，然后一样哦，做平的留一点点空隙，不要完全贴合，两端粘好之后再来把这中间的捏进来，捏进来之后它会因为刚刚没有贴合的关系自然产生空隙嘛，所以最靠近里面的三片都要这样处理，每一片都这样处理。 每一片都要这样处理，每一片都这样处理。然后我们如果老师现在又再继续带花纹出，带那个花的纹路出来，所以这个外也不用弄薄，要还是要像这样有没有都还是有，还是要薄，有压薄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外围还是要有压薄哦哈。然后一样再来，不规则，然后稍微头三片稍微内收一点。然后就开始一样，然后呢，牡丹跟玫瑰比较不一样，牡丹是要盖前三分之一，对不对？那个玫瑰是要盖前面三分之一，然后牡丹呢就比较像是从两片的中间放上去，好，两片中间，两片中间，等一下，来，等一下，这里哦，两片中间哈，好，然后给予它这个皱褶感。快把剩下的做完，因为我们想大家重点应该是那个花蕊。嗯，那个花真的蛮神奇的，不知道怎么办到的。很漂亮，给它讲的江湖一点点。一样是切成两半。对。等一下那个花蕊做完，大家就哦，安妮娘哦。原来如此。嗯嗯，我还切不一样大小。再来一只叉子，这只比较不歪的里面。好，老师也在带。嗯。往外压嘛。对对，轻轻的就好，轻轻的，轻轻的拖出去这样子，嘿，叉子才不会那么明显。嗯。哦，不要太明显是吧？不要太明显，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纹路这样就好。其实这叉子好像小一号的会比较好用吧？都可以。其实翻糖里面有一种小小的工具，它长了一只像一只小贝壳的那个有柄的那个工具，那个就是专门拿来画花瓣用的纹路。可是你不需要为了偶尔才做一两次的东西特地去买某个工具哈，所以就在家里用叉子替代就好了。只是你刚好有在玩翻糖，家里有工具的，那你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只，就是那个长像小贝壳的头的那一只，就可以拿来画你的花瓣了哈，这样会更细致。是让大家看一下侧边的手法。嗯。先接头尾，再把中间往里面推，然后弄皱它。我好像压得太紧了，拉不起来。真的吗？对。好吧。轻轻的提起来。是不是压太紧？对。有花的在外面，对，有纹路的在外面，有纹路在外面。
让它开开的。好，再看一下侧边的手法。这不用三分之一在上面哈，不用二分之一，两片中间，两片中间这样。原来放在这样子，感觉虽然说同样都是六片的十二片、嗯，但那个层次感更不一样。对。它会感觉好像是层层叠叠，就是更多层的感觉，嗯、好奇妙。我这个先留好，因为我等一下要调色做我们的花蕊，所以我做十片花瓣就好哈。好，所以如果像整颗照原来的话，应该是要七八颗，因为花瓣越多，七颗七颗，因为一个花心，然后六球，十二片花瓣。然后还有一个花蕊的话，如果有花蕊的话，那就是要八颗。对，花蕊会额外留起来。那每一颗都是十五克。花蕊就不一定了，看你要放多少。花蕊所以我花蕊通常都是剩多少就拿来用这样子。OK。嗯。这个挡到我今天有看到就分享给你，可能正在上班、正在回家、来不及看到的朋友哈。哇塞，这一片压得可真圆呢。是哈。一样哦，哈，两片的中间哦，这里跟玫瑰不一样，就不是三分之一了哦。都到底，对不对？对，都到底，也没有什么斜角了，哈。那真的觉得层次感很明显，对，蛮神奇的。你今天要带一朵回去给灰池，献花。啊，借花献。借花献佛。嗯好，那这个呢？因为我要留起来做黄色的花蕊，所以那个我就不再把，我就只铺十片那个花瓣就好了哈。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做比较像刚刚讲的，就是七颗，然后七颗多一点点。好，当然要看你的花蕊是需要多么的丰富。那要你还有很丰富的话呢，一样你可以保留八颗、哎。我这里忘记了呢，我自己这里就有了。哦，哎、已经有了。我又弄了。好，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老师的。小朵，你帮我看。老师现在已经先完成了一二三四四片的。来，我帮你，没关系，老师你忙你的，我只帮你那个修个整形一下。嗯。他要弄很奇特的花蕊。前三片稍微有点包覆，这样你后面会开始比较好包。我前面要往内稍微内收一点，内收一点。我这是太开了。对，太开了。好，黄色的。你刚刚加了，哎，黄色那个色素是栀子花黄，栀子花黄，对我的心头好，嗯，你的最爱，对我的最爱，什么心头好？栀子花，心头好就是他最爱的，从花到果实我都爱它，啊、嗯，我还有它的纯露，有它的纯露不好买，因为那个放冰箱很长，一年才一季而已，啊、台湾有小农专门在做，啊，然后不干了，不干了。它可以喷皮肤，或者加在水里面喝，纯粹是让自己心情好，也没有别的，没有为什么而已这样。对，真的，下次那个一起一会的时候要通知我。好，然后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滤网，挑这种原因是因为它绷的是紧的。比较好施力哈，它这个就是像那个嘛，筛粉在用的啊，就是筛粉，筛粉的那个筛子啊，烘焙行就有了，原来是这一颗东西啊，看好了哈，来这里，哦，就这样，死命给它压下去就对了。对，你说它短一点，对，因为我不要太长，所以这样就好了。
看到没？哇塞，花蕊出来了哈。好漂亮，花蕊对不对？花蕊出来了。哇，好漂亮！老师你，看清楚吧。老师你要压到这边一点，因为你压太边边，所以你才会粘到拿不起来。啊，前面一点。所以我们只要压大概中间这个范围就好了，不要压到最外围，因为你压到最外围、哦、被你压的黏黏的，所以你都会一直很难拨起来。老师挖挖中间。对哇塞！好，然后就啊，你不要拿缠起来，啊，不用拿，用刀或叉都可以哈。放在你要的位置上面。原来如此。嗯，好妙哈、哦。哎、欸，是这个也可以压蛋黄啊。对，咸蛋黄也可以啦。好、哦，咸蛋黄也能够压出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个会比较细致一点，咸蛋黄会比较偏粉状。粉状，哎、欸，它会粗的粉状，对。哇塞！哦，所以再来就是你，因为你那个花蕊的高度，也决定就是你要用大概多少的厚度的这个球。你看哦，像我要这样的高度就好了、哦。就不要再压了，你继续压的话，你花蕊会拉太长，拉太长的话会很奇怪。嗯，对，就把它挂起来，放在你要的位置上。我会把旁边里面那三片稍微往中间靠拢，让花蕊比较像是包覆在里面的感觉。对，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拨一点散的，用刀子你会比较好弄哦，因为叉子会容易粘黏。这样差不多之后，最后就一样的步骤补上叶子就差不多可以了。这样子，我先来帮老师压花蕊哈。那我等一下一样会做一片叶子，我先帮老师把花蕊压起来。老师，你要浅一点的花蕊还是这个深一点的？这是浅黄，这是深黄。哦、你要配哪一个？哦，对，镜头来看老师做的成果。哇！哦，也一样，来哦，不错哦，来，我们来把我们的花蕊压起来。还有两片。哦，老师还可以再做更大朵，就对。我本来就少一朵了。哦，但是还是很大朵哎。对。因为你的花瓣压得比较大，比较薄。好，在这里哈，我就留着，等一下给老师用的哦哈。哇，好漂亮那个花蕊。我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先来用剩下的。哇，光学到这花蕊的压法就不得了，你看。你会有在外面买日式和果子的人？我就讲外面，我弟弟听到要骂我了。他跟我说，大家都是外面，外面到底在哪边？那个，反正你在坊间看到的那个核果子，上面任何的花蕊几乎都是这样做成的。哦，对，你核果子老师他一定也是用一个筛子教你。老师不要再压，你压太扁了。不是，旁边要薄。老师你压太薄了。旁边薄，中间厚。那一样分一半，等一下一片叶子给老师。我都没有弄一样长，没有关系啊，自然啊。我刚压在太外面了，啊、所以就所以你就会粘住不好吧、嗯？我们只要大概在中间这里就可以了，有点纹路这样就行了。嗯，其实有时间花一点心思的话，牡丹花的叶子其实是两边有小小的，跟枫叶有点像，其实是两边尖尖小小，然后在中间凸一个出来。有时间的话，你讲究一点，你可以用剪刀剪开再把它塑形。然后一样哈，我们是把有纹路的那一面朝内放，那我就把它贴这个角度。叶子就随便你高兴要做多少片喽，你喜欢围一圈的话，我不会阻止你。好，我们的白牡丹好了，完成。嗯，
好，请粉丝开始底下拍手。哇，我们的花盘快要放不下了。小猪问说会不会重播？会哦，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影片都会上传，然后就可以看回放咯。对，那只是要跟大家讲，这是脸书，它其实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机制吗？机制就是你在看回放的时候，其实它的画质哦，真的画质没有很好。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要压缩哦。他其实都把我们现在直播影片压缩上传，才不会占他的伺服器空间。这么美的话，不就看不清楚了？对，所以呢，哦，看手未来还是请大家有时间就一起看直播。你们看回放的时候，那是因为脸书它必须要，就是让它的空间不要那么的那个太占它的定得，所以都会把我们这些直播的影片都压缩后。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哦。难怪现在好多人直播后都把直播影片上传到 YouTube。直播后影片也没有办法上传到 YouTube， 没有意义啦，就是一样画质也是不好。会吗？你除非是用另外一台机器。哦，因为我有在 follow 一些 YouTuber， 我看他们的都是这样子的模式。你说 YouTuber 的直播还是在脸书上面的直播？直播后他们会再放在。那他们都是直接用专业的机器，应该是，对，应该是那个4K 的摄影机，然后可以放花蕊，再加上外挂。老师要自己放一下，我帮你放花蕊。你直接帮我放。好哦。那就再，好，老师正在做他的叶子。哇，这花蕊好漂亮哦。嗯，我的叶子要在这边比较。怎么办？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海胆哦、喔。你饿了啦。好像乌泥哦、喔。你饿了啦。你、欸、不觉得有点像乌泥吗？这个颜色有一点。乌泥没这么黄啦。有的有，有的有。不是黄不黄的问题，我是说那个纹路啦。他意思是那个纹路啦。我说那个纹路啦。对对，你不觉得吗？这样一坨，这样看镜头，哎、欸，大家说了，镜头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海胆、啊、你饿了啦？没有，我就跟你讲。好，好好。哇，老师，这个颜色好漂亮，因为那个都很跳色。真的，这颜老师的颜色非常鲜艳。这个、颜色很跳色，好，稍微压一下，然后这边我们一样折点皱褶。这个亮，滚一下花边。对，滚一下花边，感觉整个就会变不一样。嗯，非常好。哇！来，紫色的，我们的花盘满满满了哦。哇！这个真的要亲领才有办法的。对，亲自来。这个没办法送，这一定会被宰。你全部换完了吗？换完了。哦，你还要好来，这里还有了。就因为这个，你要把山茶花心的山茶花，没问题，来，刚刚好还有一点。哇，我们刚好各种颜色的啊、哦！来，我们再看一下，没看清楚，这是压上去就从这边出来了。嗯，哦、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同一个位置压太久、太长是什么样子哈、哦。所以为什么我要往左右推开来？如果我都往同一个方向，你看得出来吧？短的、长的，这就变海葵啦、啊，海胆变海葵了，有没有？这样知道我讲的差异了哈。哇，对啊，这。这朵真漂亮。嗯，好，老师来移动一下。嗯，你用刀戳插的时候可以从侧边这样缠进去。老师，侧边，侧边，侧边。用这里，用这里，哦欸、用这里。对对对。这又不好缠。你是你要小的。嗯。有没有海胆、海葵不一样哦？所以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压太长，然后轻轻的放下去。对。啊。嗯。因为你那个花尖尖的，所以你。它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一点，否则你的花蕊上不去。这里有没有？哦、要有空间啊！要平，要平。你要放花蕊，它就要平的。嗯。哇，这么美！老师玩得很开心哈。对呀、啊。对，我们就这两种花型，我跟你讲，大家喜欢的话，以后就会有更多其他的。我们今天多一朵山茶花。嗯。好好，可以，五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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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真的满满的花盘呢，要来领的真的可以楼下按电领了，楼下按电领。哇，这样子，
啊，来收尾，今天按赞的有多少人呢、啊？有最多到120，按赞呢？目前按赞，等一下要到最后，我看一下哦。嗯，蛮多的，今天人很多。好，按赞多少、嗯，我们就来抽两盒的咖喱块啊。我们做咖喱，这是古圣的，这我们不是要，刚刚那个 Vivi 那个。不是说要截图还是什么？哦、oh, ，我是说，我昨天晚上有在我的 FB 说， oh, 如果你漏掉或忘记什么，你需要完整的食谱的人，你要截图你今天晚上有看直播的影片，画面，画面留言在下老师这边或者是我的粉丝那边都可以，这样我就会私讯给你完整的食谱，对，完整食谱，哦，再讲一次，对，再讲一次，是放冰箱会变硬吗？放冰箱会稍微不太会，你要盖好，不盖好会干裂掉哦，然后那个保鲜盒里头，放保鲜盒、蛋糕盒封起来，然后冷藏3到4天这样子，对，不要在空气中干掉，嗯，两三天内吃完那就是。会非常好吃。好，来，卢卡再讲一次。现在是说、哦，如果你要完整食谱的人，你要有看了直播的截图，那回放的我们也要算吗？也是可以的，但是希望你要有认真看完哦，哈。那我们可以提供你完整的食谱，但是你要有看影片的截图，然后你可以留言在那个粉丝页的下方。但因为如果你是留言在老师的粉丝页的话，我会找一下这样子。那如果是直接留言在如果的粉丝页的话，我就一样都会在大概星期四左右会一起把那个食谱私讯给你，这样子。哦，私讯哦，私讯哦。私讯给你。所以卢卡老师提那个让卢卡老师讲，重点是。是卢卡斯私讯给你，但是你的你要把你的截图放在我们的直播的贴文的底下，说你要。对，你贴在我的粉丝页，我也接受了。啊，贴文啊，你贴在哪一个的粉丝页，我们都会寄给你，但是就是你要有截图，哎，我有看直播这样子。是。对，就给你完整的食谱。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是会从有按分享的朋友里头，我们会抽出两个朋友啊，抽两个朋友。那这里呢有这么多朵，这么多朵漂亮的花了哈、啊，除非你在附近，那亲自来领，否则这也没办法。我看我们今天现场呢，每个人捧了一朵花。祝杨梅也可以跟我讲啊，离我近的话，帮你带两朵走。是，好，那我们有一朵要给那个谁？谁？阿飞子，阿飞可以带回去啊、哦！对对对，哇，这拍起来好漂亮、哦，对，满满的，超美。哎、哦，这样顾客拍照可以吗？以啊，这些当然是不行，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聊天，好不好？对，就是这几朵漂亮的花，然后献给我们的粉丝朋友，然后中秋节佳节，花好月圆的中秋节，对，佳节愉快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快乐哦！啊、哦，好 ，OK， 那我们要跟各位说拜拜了，拜拜，来拜拜，我们谢谢卢卡斯啊，谢谢卢卡斯，拜拜，还有谢谢呢啊燕伟、沈南亮，还有我们 Sophie 哈、哦，还有我们两个观众，媳妇对，笑主好，很漂亮对不对？拜拜拜拜。拜拜